4月19日嘅鱷魚潭，原本今日咧想嘥啲篇幅咧，就去屌下依一個嘅 Lady Gaga 同埋依一個嘅加拿大嘅 PM 啊，杜有多撐世衛一啲嘅戇鳩左交行為。不過今日本土優先嚇，傾撚咗依一個嘅418大拘捕日子先。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一啲嘅荷里活嘅 B 級動作片咧？通常都有揾阿 Sean Connery、Van Damme 啊，或者係史提芬史嘉啊，就做依一啲嘅主角嘅。咁好多時期咧，依啲嘅主角咧就係都係以一啲啊唐人街罪案咧就係做題材嘅。咁跟住咧，大家睇完啲，哎呀，好撚辱華，好撚辱華咁撚樣嚇，屌你老尾，擺撚到明係針對我哋 Chinese 啊咁撚樣。咁依啲嘅電影咧，通常咧都會有嚇，譬如 Sean Connery、Van Damme 去撚到一個嘅屌唐人街嘅裏邊，然後見撚咗一個嘅屌你牙文牙武啊，滿面油膩啊，鬚根又多啊，頭髮又少啊，肥頭得意啊，著背心啊，核撚突突污糟邋遢嘅麻甩佬咧，咬撚住煙咧就蝦一啲嘅屌你老尾啊，僆仔啊！苦魚啊，踢鳩啲阿伯啊，空鳩個阿毛啊，喺屋企裏邊啊，非禮自己個老婆啊，要強姦自己個老婆啊，好撚多家暴啊！咁啊，史提芬史嘉偉一個唔覺意就走埋去，啪啪啪，咁啊將佢咧就打撚到咧落花流水，拉撚住佢都滾咧就哼佢頭，打撚到佢頭破血流，踢佢老母閪個春袋，踢佢出門口，鎖撚咗佢翻差館裏邊咧就係啊搞掂呢啲嘅家暴事件，咁啊跟撚住咧屋企裏邊啲男女老幼啊對佢好撚感謝啊，然後跟撚住咧就啲華裔嘅美少女見撚到咁英明神武、天將軍咁威武嘅外國嘅白種男人，然後基本上就出於依一個嘅崇拜同埋感激之心嚇，非常之愛慕佢。咁大家啲話耶，一定係辱華題材嚟㗎，屌你荷里活啲白人啊，成日都揾鳩為啲中國人嚟玩啊！但係真真正正揾鳩中國人啊，揾香港人嚟玩嘅就係只有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匪國裏邊啲嘅中共呢啲咁嘅冚家產。頭先我所講依啲嘅形容咧，就係絕鳩對係啊！昨日418裏面呢個大拘捕嘅日子，俾我嘅一個嘅感覺啦。中共呢班咁嘅冚家產，口口聲聲話自己係戰狼，屌你老尾啊！雖遠必誅，犯我中華者，係嘛？講撚到明，唔撚怕你嚇美國老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哋全中國嘅人民會企起上嚟同你對抗，企起上嚟同你對抗，你嘅連南海都唱唔撚到嘅遼寧號又點撚樣去做撚得到啊？你咪匿撚埋，企撚咗喺北京裏面打嘴炮，話你自己就好撚叻啊，專門唔撚怕鬼佬，揾阿黃百鳴拍埋依啲咁嘅戇鳩屌，一個打20個鬼佬嘅戇鳩戲，滿足你自己民族打飛機嘅基因嚇，屌你老母，永遠啊！歷代啊，我老惡在身於世咁撚多年，見撚到你中共裏面同外國人對抗，你最撚叻係做啲乜撚嘢呢？就係閂埋門打仔，就係揾自己嘅人咧嚟出氣，揾自己嘅人咧就踢佢春袋，揾自己嘅人咧就話要飛鳩禮佢，而搞撚到外國嗰啲人，喂唔好啦，算啦，都係你自己人哋 ，Come on，it's your baby，it's your child，forgive them，let them go， 屌你老尾，哎 ，OK，OK，Come on 啊，我 retreat 啦，我 retreat 啦，咁我退咗一兩步，等你中共咧就屌你老尾可以放你啲嘅外國呢啲嘅異見人士去外國保外就醫，歷年累嚟什麼嘅方麗申啊，呢啲嘅冚家產，黃丹啊嚇，屌你劉曉波啊，方麗芝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呢啲嘅人士咁撚多年，你哋都係俾你嚇，屌你諗咩禁固啊虐待，屌你不公平嘅審判，人哋都係算啦，基於嚇依一個嘅同理心、同情心，我讓步俾你走啦，嗱臨咁嚟做嘢嘅。你中國有幾可？你真真正正係耀武揚威嚇，堂堂正正咁人哋缺一高下冇，淨係捉自己人當人質。當自己人屌你老尾唔撚係人，當自己人唔撚人道去虐待佢，搞緊到人，喂你唔好撚再自殘啦，你唔好撚屌做埋啲咁撚肉酸嘅行為啦，哎呀放過佢哋，放過你啊，蝦鳩依啲嘅左膠戇鳩鳩，屌你老尾對你啲咁嘅邪惡行為讓步，而咧就屌你俾人咗啲好處，等你咧就唔好再虐待自己嘅人，一鑊又一鑊，年復年日復日都係用同一種嘅伎倆，但係而家依一個嘅 Donald Trump 會唔會好似以前嘅 Jimmy Carter 啊？會唔會好似啊屌你老尾嚇依一個克林頓啊嚇依一個嘅奧巴馬咁樣嚇睇你哋台戲嚇屌你老母讓步，等你釋放你啲嚇意見人士走嚇，屌你俾個好下台階你咧？我又唔撚覺得係喎。今日 Donald Trump 喺一個嘅 press 嘅 briefing 裏面講緊一啲嘅嚇 coronavirus 裏面嘅死亡人數，美國到目前為止已經係死撚咗嚇，差唔多已經係過40,000人，74萬人確診。
Donald Trump 在個會裏面兩度打斷呢一個嘅專業人士的簡報，話佢問一個大眾，問一啲嘅 journalist， 問一啲嘅 press， Do you believe Chinese figure？ 冇撚可能嘅事，中國點樣會死咁撚少人，而我哋美國要死咁撚多人？邊撚個喺度講緊大話？邊撚個喺度隱瞞疫情？邊撚個喺度屌你老母靠世衛拖咗個全世界嘅後腿，等到大家全部攋鑊金嘅？你話依一條數，我喺阿 Trump 嘅眼神，我喺阿 Trump 嘅言辭裏面，我已經感到佢嘅怒氣，絕對唔會比我老惡少。佢啊分分鐘要屌你老母化身做依個 Avenger Assemble 嚟揾你算帳。而家人哋揾撚到名下，要係講撚到名，要揾你懲罰，要揾你屌你老母賠償20几兆美元嘅屌你老母嘅人命傷亡、經濟傷亡，你就走唔撚到噶啦！你正正經經諗下點樣去做好成件事，屌你老母唔撚係，就係屌你老母擺下馬威，扮高姿態，你呃撚得個邊個？只不過就係閂埋門打狗。老窩曾經有講過，依一個嘅洛慧玲嚟咗香港之後，香港嘅人咧就唔會有好受嘅嚇，亦都係會講過嚇，借藉依一個嘅抗疫嘅期間，等大家咧喺屋企裏邊嘅時候，唔撚咁撚出街，又或者係唔可以出街嘅時候，就俾依班咁冚家產嘅死警犬上門就拉人急風艇。琴日已經話曬俾大家聽啦，唔多唔少，我都會理由相信嚇。前一陣子嚇依一個嘅高院裏邊咧就係、是、咧。就係講撚到啊，黑警如果要拘捕你嘅時候，唔撚使要等到嚇有什麼嘅批文啊，或者係一啲嘅 pass 啊，佢已經係可以咧係搜查依被拘捕者屋企裏邊嘅電腦啊，又或者睇下佢哋嘅手機當中裏邊嘅 content 咧有冇一啲嘅牽涉一啲嘅犯法或者係唔同嘅其他罪行嘅一啲嘅行為，唔多唔少，我都覺得。依、这、一個嘅中共就係好撚擔心嚇，要同依一個嘅老美要開拖，第一時間就捉曬依扎一直以嚟都俾佢係扣押扣帽子，話依啲嚇勾引外國勢力啊嚇，叫美國嘅阿爺嚟幫手打自己個老豆嘅冚家產啊，譬如李柱銘啊、吳凱兒啊，成日同外國裏邊唱衰香港啊，依啲嘅友仔睇下佢哋嘅手機。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罪行啊，或者係勾通外國勢力嘅一啲嘅證據？咁啊，琴日咁樣去做啦嚇。依、一個外國當然有好撚多人咧，就係出聲去支援啦。譬如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啦，啊已經講撚到口，令到佢有好深切嘅憂慮啦。啊，依、一個嘅眾議院院長貝洛西亦都係希望啊 Donald Trump 咧喳喳臨係即刻咧運用依一個嘅美國對香港嘅民主及人權法案。去做一啲嘅嘢，懲罰一啲嘅香港嚇裏邊啊侵犯人權嘅冚家產官員啦。同時之間啊，依一個嘅眾議院多數黨嘅領袖McConnell咧，就係亦都覺得咧，中共依個行為亦都係非常之咁可恥嚇。另外就係亦都有一個眾議員啦嚇，依一個嘅 Scott 依一個嘅 Rick Scott 咧，亦都話咧，中國根本就係趁火打劫。趁全世界已經好唔撚得閒，全世界要忙於抗疫，就閂埋門就打仔，等你冇辦法伸出援手去幫助香港一啲嘅人。咁我係相信咧，即係亦都係好多嘅一啲嘅國際嘅法律組織，亦都係聲討今次中共突然之間用依個港共政府捉鳩咗咁撚多人啦。同時之間嚇，亦都嚇企喺香港我嗰邊 stand with Hong Kong， 大家唔撚使覺得我哋係孤立無援啊！咁啊，當然我哋啊，香港嘅末代港督啊，肥棒亦都係開緊到聲，話依一個嘅中國咧，咁撚樣去做咧，就一嚇貫徹始終咁樣去破壞依一個嘅一國兩制啊，唔可以再對中國有任何期望啊！喂啊，肥棒冇撚玩啦，由頭到尾都冇中國對依個中國有任何嘅期望喎，老老柒柒係咪咁樣講啊？琴日又擺龍門啦，就話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嚇。並唔係屌你老尾，根據依一個嘅基本法嘅第22条，需要嚇守奉依一個嘅香港嘅地區嘅法律，更加講緊到明，佢哋係叫代表中央啊！屌你老尾，係唔係一個嘅諮詢機構，絕對係可以啊干預或者係屌你老尾係擔憂香港裏邊一切嘅任何嘅事務。屌你老尾，香港政府出嘅新聞稿都改緊咗幾次，要查鳩咗依個基本法22条，咁啊任鳩你玩。好撚多人都去話：屌你老尾，我哋一定要喺嚟緊嘅九月裏面啊，冚家產一定要嚇重奪依一個嘅嚇立法局嘅控制權。諗都唔撚使諗啊！依班咁嘅撲街，球證又係佢，旁證又係佢，屌你老尾，觀眾又係佢，乜撚嘢人都係佢。你估佢會俾你真真正正用一個大家守規矩嘅方法
可以攞多個超過35席嚇，屌你老尾，可以控制翻呢一個立法局嘅主導權咧。到時唔好俾我批中佢，屌你老尾，分分鐘又搞流選，又搞 DQ， 搞依樣搞嗰樣，甚至無宣佢唔撚再選舉，順延到屌你老母下一屆議會，都分分鐘有機會有咁樣樣嘅發生。佢根本已經係赤裸裸咁樣樣，唔撚再尊重呢一個嘅一國兩制，唔撚再俾香港嘅屌有任何自治，大家唔應該再對呢啲咁嘅賊碌有任何嘅絲毫嘅幻想。中國以為佢而家已經係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實情佢呃撚咗人，亦都呃撚埋自己。屌你老尾，廣州已經係宣布翻佢嘅越秀區同埋佢呢個白雲區變為一個嘅疫區。黑龍江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又爆翻出一個唔撚受控嘅一個嘅武漢肺炎嘅擴散，甚至無令撚到佢嘅鄰居啊北韓啊金仔啊金將軍連續嚇都唔見咗佢出嚟露面好撚耐啦，甚至去拜祭佢八爺同埋佢阿爺啊金日成同埋金正日啊呢啲咁嘅什麼嘅太陽節都唔撚見咗，可能佢自己都中鳩埋武漢肺炎，咁啊屌你老尾係嘛？咁啊基本上你中國自己都好唔撚得閒。正經嘢你就走去唔撚去抗疫嚇，屌你老母唔撚諗下，屌你老尾！當美國同埋其他嘅歐洲國家屌喇聲嚇恢復嗰個元氣嚇，屌你咪定一定神嚇，屋國家裏面搞撚掂咗嚇，控制到個疫情，同你算帳，你點樣將佢拆？唔撚係揾我嚟香港嚟玩？你估你屌你老尾咁撚好撚咁有過癮咩？大家都要知道嚇，民主阿爺。屌你老母！依啲嘅所有依啲嘅民主戰士嚇，已經係一啲老撚咗嘅一啲嘅過氣嘅嚇，明日黃花嘅一啲嘅人士啦。你哋都唔撚再放過佢哋，仲要揾佢出嚟屌你老尾，臨到過唔撚到世，仲要搞鳩佢哋。依啲嘅所作所為係非常之咁令人可恥。你咁樣樣去做，只會令更加多嘅和理非嘅人，屌你老母，覺得根本係唔會再有對你有任何嘅幻想。再諗下，屌跟撚你個遊戲規則咁嚟玩係冇撚得玩。只有全部嘅人走撚上街頭同你抗爭，再次等呢一個嚇，等疫情控制到之後，好撚快嘅啦，分分鐘就屌你咩暑假之前就到噶啦，大家可以恢復自由，走翻上街頭嘅時候就係和勇再合一，屌你老母再同你喺街上面死過，無日無之咁撚樣去搞落去，睇你屌你老尾，大家嚇放長雙眼。睇下你哋點撚樣，屌你老尾接受依一個嘅真理嘅制裁，睇下你哋點樣去敗下陣來。真理只有係我哋企喺我哋嗰邊，並唔係屌你老母你依班咁嘅冚家產魔鬼走狗，屌你老尾！利用你哋而家一時之間靠依啲嘅旁門左道嚟欺壓我哋嘅人民，永遠都會明白到你哋係屌你咩騎喺我哋嘅頭上，想奴役我哋嘅冚家產，我哋係絕對唔會氣餒，屌你老尾，繼續同你死撚過。唔撚好話，我唔先指聲明啊！屌你老尾，林鄭月娥啊 ，PK 等你啲仆街啊！你哋求神拜佛啦、啊，你信耶穌又好，信觀音又好，阿拉真神又好啊！求神拜佛啦、啊！屌你老尾，三身走禮啊！確保你哋琴日帶翻去依十幾個老人家精神爽利，龍馬精神啊！有啲乜撚嘢頭暈身興打冷震，三長褲短冬瓜豆腐，唔諗覺意仲諗咗依啲嘅屌你老尾武漢肺炎啊！而家你仲未過去嘅依個疫情。我就入鳩你數啊！有理由懷疑啊！特登你要帶啲老人家翻去你啲警屋裏面啊、狗屋裏面啊，屌你有乜令到有機會確診啊？係人都知道你哋嚇個個黑警都有機會會中招啊！你哋啲警署有冇消毒好啊？嚇、啊、你哋啲咁嘅奸計，唔好俾我踢撚爆你啊！嚇、啊、有啲乜撚嘢？如果真係佢哋中撚咗招，係又好唔撚係好，都係入你哋數啊！仆街！